好啊，刚刚发了一个视频，那个游戏没有启动成功哈，传奇那款，自己研究了一下啊，现在终于可以进入游戏了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遍，而且不是乱码了啊，就证明我给你们发的这个是可以玩的啊，看见了吗？什么单机游戏，那个选哪个都可以啊，就是想上战网上战网。这个反正我就是说，给大家为了演示一下，我选了一个这个哈，这个，看啊，开始游戏了。但是，就是这个鼠标啊，进了这个游戏以后面特别滑啊，特别滑。特别滑。啊，完全是可以玩的啊。反正就是自己消耗时间吧，就是可以玩的啊，是可以玩的。大家喜欢玩神奇的啊，来试一试吧。哎呦，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鼠标进到这个画面以后，哎，就特别滑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一动就跑了，这点我挺不适应啊。可能还是在哪什么地方可以重新设置一下鼠标啊，我现在还没研究好。总之。这有可能是我这个系统的问题啊，所以如果大家是正常那个 Windows 那个电脑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的啊。哎，就是这个鼠标啊，太不好用了。这个鼠标特别不好用，哎呀，一进到这里面就特别滑啊，特别滑。好的，就说这么多吧，就说这么多啊，反正就是可以玩啊，可以玩，大家喜欢玩的可以进来爽一爽啊。